沟，就还有地方清理去。那屎呢？不用了，屁股不是。不用回去了。啊，现在就回去了。再玩一会儿。看着吗？门没开，不会换。想回去回不去？再玩一会儿。看着吗？他也看不住啊。啊？我想思考一会儿。顺子他这个名字啊，是当时，抢救回来，在这个动物抢救中心一个主任的女儿，不是看那个长江七号，人家说，哎，这个家伙长得像那个，长江七号里面那个七仔，哦，所以他地方那么小嘛，啊，对，所以说叫七仔。晓得了要走了，再稍微这些地方晃一圈。在这儿待了3年了哈，2年多了。里面发出声音了，不开心，你就不要我了，让我回去。回去要被研究了，哪有那么高兴啊？两块点，看见了吗？张嘴了，呲牙了。啊！看，啊，他太多了。中午让你夹的，你咋还能？哎呀，这指望你在山上吃粮，怎么多少？还打吹呢，真好。白梦感谢营养师，你才加个狗吃，养很的，咋之类的，那是个什么？不是没有效果。快呀！我找的第一班队，对吧？真是时刻啊，还给紫竹砍太阳。嗯，你写法是吧？嗯，人家起身了，你咋个说的？